熊河水库两天的渔获，鲤鱼、草鱼、扁鱼、翘嘴，都全部通杀，用的都是米粒哥的单沟玉米和玉米窝料，效果杠杠的。小金，我们要回去上班了，时间有限，要不然渔获还更多。兄弟们啊，你们看个细节，这个鱼是不是四个湖的呀？再看了颜色啊，有红颜色。钓二来年鱼，头一次遇到这种鱼啊，没见着过。你们分析分析咋回事？瞅一瞅，看一看啊，是不是四个小湖鱼？